护法是要从两层意义来说，第一个就是要护自己的法，这一点很重要。佛法修学是修自己，不是修他佛。修行的总纲领是觉正见，你要护持这个。就是护自己的清净心，护自己的觉心，护自己的正知正见，这个是真正的护法。这是能够得定的慧。另外一层呢，是要护诸佛如来之法，那是大福报。为什么利益人天呢？因此我们无论在什么时候要把精神整作起来。一个佛教徒一听到人家一看到的时候垂头丧气，这是什么呢？这个是自己虽然是佛亲很亲近啊，把一切众生的佛法毁掉了这个人再亲近没有福报佛经里有比喻啊，罗汉脱空钵啊，罗汉已经证果了，真的四果罗汉到外面就脱钵，没人供养，没福报，天天难过，不修福就是要护持啊诸佛的形象这一点是我们特别要注意到的护持佛法的形象是修福是摄受一切众生接引一切众生，把佛法推广，把佛法介绍给一切众生这是护诸佛之法，护众生之法这都是属于福报边上的事情护自己，这是护定护慧要护自己的戒定慧，要护自己的文思修如果从总纲领上来讲，要护自己的觉正见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护法，护法首先要护自己，自己都没有护好，你是不可能护佛的。那么护好自己呢，就得认真修戒定慧一定是因戒得定诸位一定要晓得，你持戒，持戒的目的是什么？的清净心，清净心就是定。的平等心，平等心是大定，菩萨的定清净心是声闻缘觉的定。如果持戒不能得定，那持戒造罪业，为什么？分别执着看到不持戒的人回报批评责备，你教训那个人，那个人是不是肯接受？如果不肯接受，他翻过来算了，我不学了。你把这个人这一生学佛的缘分断掉了，这叫断人法身慧命，这个罪过是无间地狱护法意思非常广，也非常深最重要的，我们学佛如果不能护自己的法，
那么所学的都不能够起实际的作用，这就错了。我们客观的来观察，在这个世间，我们学了几十年，看了几十年，学佛的人很多，真正有成就的人不多。什么原因？不知道护持自己的法。护法要从自己本身做起。譬如最浅显的、最根本的三规五戒、十善业道，我们有没有学过？都学过。有没有做到？没做到。为什么没做到？没有认真去护持。于是学了一辈子，纵然学了很多经教，来生依旧要搞六道轮回，这就错了。法身大事啊，所智障也断尽了。烦恼所知两种都不夹杂，这才叫净慧。你们老同修听到我这个说法，你能够理解。那么我们今天要学两种同时都要断，不要以为我们还是先断这个烦恼障，再破所知障，那你就笨了。你费的时间很长啊，你学得很辛苦啊，两者同时断，不能够完全断，断个一分两分也好嘛。一年能断一分两分，年年有进步，这就是很好的境界，不能够有退步啊！要保持精进不退，唯一的办法读经，亲近善友，远离诱惑。这一点比什么都重要。凡是修行不能成就，最后退转堕落，都是经不起社会诱惑。社会是名闻利养、财色名食睡的诱惑。所以佛家讲护法，谁护法？自己要护自己的法，善护就是你自己懂得，我经不起诱惑，我要回避，你才能保全。经不起诱惑又不肯回避，那你就注定堕落了。道场神是护法神，护一切诸佛的正法，护一切众生的正法。怎么个护法？从哪里下手？莲花光明神告诉我们了，从自己身心上下手啊，不是从外头境界上啊。对的，一点都不错。
我们的心正、身正，我们自自然然就会端正道场。端正我们的生活环境，端正我们的学习环境，端正我们帮助一切众生的环境，都要从自己身心着手。如果我们不晓得这个意思，不知道这样的刑罚，说老实话，我们怎样护持佛法？啊，怎样护持自己？怎么能够在这一生当中得到成就？道场神慈悲啊，他教导我们，这是真正认识了佛法，真正明了佛法，他才肯发这个心呢，去护持啊，护法了，护法不舍生命啊。他为什么这样去做呢？晓得佛法真正是宝贵，不但度自己，能度一切众生。我们讲今天世间什么事业最有价值呢？护持佛法是最有价值。这个是真实的功德利益，其余的都是假的。死了带不去，万般降不去，唯有业随身的。护持佛法的功德，这是可以带得去的。所以这是最有价值、最有意义的第一桩事情。底下说，从理论上讲，被修德而云信德，这是真正护法。换一句话说，我们以念佛来说，念到一心不乱，这才叫护法。念到离一心，就明心见性了。没有这么高的功夫，念到四一心，念到功夫成片，决定往生净土，就是生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也是真正护持佛法。这个佛法呢，是自己的佛法，自己的佛法也是法界众生的佛法。一往生成佛，成佛之后必然普度众生，所以自己成就一定能够成就别人。这是从修德圆满性的，这是护法。护法比弘法更重要。像一个学校，弘法的是教员，护法的是校长。法能不能常住世间，关键在护法，不在弘法。
啊，学校能不能办得好，能不能永远存下去，关键在校长。啊，所以护法的使命是摆在第一，弘法是他的帮手。啊，他主导佛法的教学，这些法师们讲经的都听他指挥，听他安排，就像排课程呢，是校长的事情，上课是教员的事情，教员是这些啊，所以学生的成就功劳是校长。啊，需要校长安排课程，聘请老师。啊，老师是为校长服务的，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佛法的兴衰，道场的负责人。啊，关系很大了。不能不知道啊！啊，领导人最重要的真诚心、慈悲心啊，恭敬心、这信心、弘护都要有这四个心啊，这桩事情啊就能做好。无上师。他是通通具足啊，在佛门里面功德最大的是谁啊？护法，不是弘法像一个学校一样的，护法是校长，是教务，是训导，是总务，他们是护法，没有他们哪来的学校啊？学校有成就，他们功德第一啊，不是老师教的好第一，不是的啊，老师教的再好，没有他们护持，老师就没有场所教啊，没有学生教啊，所以要知道他们那个功德大。啊，那么如果这些护法啊，这些校长、教务总务、训导啊，不是像佛那么高的境界啊，他们来护持啊，让这些好的老师可以在这教学，好的学生可以在这成就，他们成就了，他们成就了福德，那就不是功德，功德是了生死，福德是升天呐，那个福报大了，差别就在此地。啊，没有护法，我们就知道我们的至少生活不稳定，生活不稳定，你怎么能求道？啊，你没有房子住，你没有衣服穿，你没有饭吃，啊，这个臭屁狼要活下去啊。你得全心全力照顾他，你还有什么时间去学教啊？护法的功德超过老师啊！啊，这个我用个比喻啊，你慢慢想，你才能懂的。老师好比是生我的父母，
护法是养我的父母，你想想看哪个恩得大？养父母恩得大了，父母虽然生你，如果他不养你早就死掉了，你还能活得成吗？你能够活成说养父母把你养大的，养父母的恩德超过生身父母啊，这个一定要知道啊！啊，老师是生身父母啊，护法是养父母啊！啊，你只有真正懂得，你才知道报恩，才知道念念不忘。护法跟弘法功德是相等的，决定不要以为哦，讲经的法师功德大，护持的人功德小，错了，完全平等。啊，我还常常说，护持的功德高过讲经法师的功德。啊，为什么呢？像办学校一样。护持的人是做校长啊，是做学校行政人员啊，出家二众是教员啊。学校办得好不好，校长的功德了。校长他有眼光，有见识，他有能力聘请好老师，学生受利益了。如果这个校长不负责任，随便找几个人来教，学生得不到利益。校长对学生负责，聘请一流的教员，学生都能出人头地，固然是老师调教，功德还是校长的。由此可知，主持一个道场，这个功德最大了。啊，一定要有清净心，要发菩提心。啊，是为利益一方众生而建道场。绝不是自私自利。啊，如果利益范围很小，那他功德就没有了，只修一点小福而已。啊，所以我们的障碍，如果真的能够好好的学弟子规，学感应品，学十善业，啊，有这三个基础，修戒定慧就不难了。啊，决定有成，这个成就高下，那在乎自己努力。啊，你一定有成，这个不可以不知道。啊，你有成就，那就是你有因缘，你有福报。啊，你的因缘成熟了，你的福报成熟了，啊，得佛力加持。所以特别是讲经这桩事情，这个事情不容易啊。我们初学的时候哪里敢发这个心啊，那是老师教给我们啊，教我们什么呢？你要有怜悯心。现在佛法快要断绝了，没有人出来了，首先发这个心，这个心一发怎么样呢？佛菩萨加持，没有这个心呢，佛菩萨想加持加不上啊！啊，弘法护法都一样，要发真心啊，要发正心，不能有歪曲啊。
才能够得到佛菩萨加持，才能够遇到语言，语言也是佛菩萨加持的啊，冥冥当中意想不到啊，但是究竟的原理是自己心的感应唯心净土，自心弥陀，所以决定离不了自性跟唯心啊，这是原理，懂得这个原理我们就相信没有怀疑了啊，所以你真心去做啊，你才能够回头啊，你才能够回归自心，你才能够啊让信德慢慢的流露。现在我们信德的流露不纯啊，为什么呢？夹杂着业障习气，业障只要薄一点，哎，它就流一点啊，业障非常严重时，那一点都透不出来。护持正法是今天非常重要的一桩事。护持正法怎么个护法呢？不是建寺庙啊，啊，不是建道场啊，啊，真正要护持正法，自己要真修行啊，如理如法的修行呢，自己成就了，给大家做个样子。感动大众，觉悟大众啊，让大家都惊觉起来，哎，我们要认真修行，佛法就不会断灭了，庙盖的再多，佛像建的再多，经书印的再多，没用。啊，所以有一类勇猛精进，其而不舍。他为什么？怕佛法要灭了。我不做，谁来做呢？啊，如果我们把这个责任推给别人，啊，有的是人，我不行啊，自己就没有退心了。啊，靠别人靠得住，靠不住呢？靠不住啊。成就决定是靠自己，决定不能依靠别人。护持正法怎么个护法呢？依教奉行，依教奉行就是护持正法了，不是将方法佛法看得紧紧的，怕人家破坏，不是这个意思啊，自己要做到啊，不惜生命也要做到啊！我今天没饭吃了，我也不能去偷盗，我也不能去骗人家，宁愿饿死，我也不能够破戒，也不能够犯法了，这佛教给我们的。举这一个例子，不惜生命要喜欢守护正法，正法就佛的教诲，你没有这个决心，没有牺牲的精神，你做不到啊。守正法坚持到底，
纵然遇到灾难了，舍身也在所不惜啊，这个身舍掉了就见阿弥陀佛了。所以明理的人，懂得事实真相的人，又何乐而不为之呢？绝不做违背佛陀教诲之事，这很重要啊！凡是弘法护法，一定要天天听经啊，天天念佛啊，念佛你才得到佛的加持，听经啊，你才明理。知道要怎样做，怎样配合才好啊，这个到这个最重要的道场六合啊，这是我们讲的很多啊，最近讲这个菩萨问明评里面也说的很多啊，最重要的和敬啊，我们跟人和睦相处，和睦相处第一个条件要自己身份要降低，我们自己自视很高，你怎么能跟人家和睦相处呢？那中国古圣先贤讲理，理的精神是自卑而尊人，我自己谦虚卑下，尊重别人，这是理的精神啊，那这一点做不到呢，这理你就很难学了啊。中国成人之美这一句话谁都会说了，真正去做在历史上人确实不多。世间法里面我们看到的鲍叔牙成就观众，这是一个例子。在佛门里面，印宗法师成就六祖慧能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那都不是普通人，都把自己忘掉了，为国家为人民为佛教来着想，对于自己名利得失没有一点牵挂，他才能做到。啊，护法是真正内行啊，外行人护法不可靠，因为他情绪化。啊，今天觉得你很欢喜你护持你，过几天心变了。啊，他不肯护持你了，这个很麻烦的事情啊。就在从前真正护持的是佛菩萨啊，真的是再来人呐啊，你就是小小的有不如法的地方，他能够谅解你，他能够帮助你，慢慢的纠正你啊，他不会舍弃你，这就不是